嗨，各位好。如各位所看到的，我们就是即将要 举办一场久违的演出。那虽然是小场地，等于说让我们暖暖身。那今年2017呢，我觉得真的是新年新希望。然后前几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可能在潜在水底下，然后都各自做自己的事情。可是团的话，可能比较没有动起来。可是今年，就是可能今年跟今年的星座运势有关吧。就是我们大家都一口气做了很多的新歌，然后也开始会有常常表演。所以说，我想应该会跟各位歌迷朋友有更多的时间见面。那就这样。